Kami tuyo. Wow. Ah. Wow. Wow. Wow, nice. Bye bye. Hi, 大家好，我是莉莉，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我现在呢是在冰城的巴都芬基的尾端这边。今天我要来的这间餐厅呢，是冰城比较有特色的一间餐厅。这间餐厅呢，既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日落，餐厅呢也有非常多的食物选择。如果对这间餐厅感兴趣的话，就跟着我进去一起看一下吧。Let's go! Fendi Beach Bar， 餐厅的装饰非常非常的绚丽。这间餐厅呢，老板接手已经营业有6年多了。餐厅的生意呢，非常非常的好。Six. Which one? 这个呢，是他的餐牌。这里也有烤的海鲜，还有一些煮炒。它的饮品选择也非常的多，各样的酒也有，还有一些鸡尾酒，还有甜品。选择这间餐厅主要是餐厅的环境和氛围特别的好。餐厅在周五、周六、周日都有 live band 表演，现场呢非常非常的热闹。Fendi Beach Bar 用餐的餐桌比较多，所以餐厅是不接受预定位置的。我们现场来到餐厅，就会有位置给你。餐厅的食物选择非常多，所以无论是大人还是小朋友来这里，肯定会有一款美食是适合你的。这里不单可以朋友聚会、亲人聚餐，也是情侣来享受浪漫的一个好地方。餐厅的水果都非常非常的新鲜。我先生呢有一个好朋友，今天呢从泰国飞到槟城，所以呢我就选择了我现在身后的这间餐厅。这间餐厅呢食物选择非常的多，而且海景非常的漂亮。
景都亮。如果来这间餐厅吃饭时间还早的话呢，可以在这边骑骑海上摩托，然后也可以骑骑马，也是不错的选择。在餐厅旁边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堤坝，很多人都在这边拍照打卡，这里呢也是打卡的圣地。走到堤坝的尽头，可以看到岸上的一些建筑。好悠闲的三只鹅。Long time no see. Yeah, lah. Ah, long time no see. Exactly, yeah. Yeah, hello. Hi. 这个地方你很熟啊？对，我小的时候常常在这里。啊，那个岛叫什么岛呀？那叫做爱情岛啊。哦。朋友们呢都已经到齐了，我们点了两桶啤酒，又点了两份这个鱿鱼圈，这个非常非常的好吃，配啤酒是一流的。这里的日落每天都有不同的颜色，每天都有不同的美。冰城的生活呢其实是非常惬意的，在这里呢你可以约上三五知己呢，坐在海边喝一点啤酒吃一点美食，其实是不错的选择的。这间餐厅呢其实我是极力推荐大家可以来试一下，环境啊服务啊食物啊都非常非常的赞。我的朋友呢现在还在后面喝酒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记得点赞订阅，你也可以把这条视频分享给你的好友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